在此为总统介绍 A60A3 战车。此 A60A3 战车于1978年实施制造，并于1999年获拨 V12 双涡型汽油柴油引擎，烟雾弹发射器两架，左右各具一架，涉水具有1.2公尺，即为炮塔底盘接合处。发甲厚度106.5公分，摧毁敌装甲车，飞弹武器。报完毕，接通报。警长官们预备，陆战队。